成台积电都是傻子。这是我刚才在网络上看到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，他骂那些存台积电都是白痴，那零股息才1%2%，那不如去存银行的定存还比较多。想知道我如何靠股票赚到千万，点个赞收藏，我接下来跟你说。然后他说台积电70%都是外资买，这种外资控盘的干嘛给他们割韭菜哦？然后台积电呢，台积电什么护国神山，根本就是韭菜神山。我听到这种言论，我真的有笑笑，很好笑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台积电为什么70%都是外资，就是因为台湾人一直不买啊，导致被外资发现这么好的公司就是要给他买啊，把他买光了。本来台积电90%都是台湾人的，后来呢，外资一直买买买，因为知道晶圆代工这种公司啊，全球除了三星、Intel 之外，就只剩下台积电了。而三星它有自己做手机。你假如说也要做手机的话，像 Apple 他怎么可能去买三星的晶片，一定就是买台积电的。台积电这种技术，像他大家都知道，晶片就是现在这社会上的石油啊，非常非常的珍贵稀缺啊。所以呢，国外早就都把台积电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。那台积电你说他今年才什么，那如果那么好的话，那他怎么会跌？搞笑吗？今年全球股票，苹果呢，苹果连苹果美国最大的公司都跌，Google 今年更是跌了30%，因为战争加上高通膨加上过去一直降息印钱，那就是什么前人种的因嘛，那今年就大家来承担过去一直印钱的果嘛，所以今年一直升息一直升息，加上高通膨还有战争的影响，所以今年整体的股市就是熊市，就是一直在跌啊。台积电当然也会跟着跌啊，而且台积电因为70%都是外国人买，它有在美国上市，它的代号叫 TSM。我在台积电，我本身啊就买了大概是4张多台湾的股票，你就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在台积电。而且我觉得年轻人真的你要翻身的话，就是存这种高成长股才有机会啊。台积电在过去为我带来好几倍的收入啊，单单的几%是几倍啊。你说这种成长股，我们追求是它的股价的成长啊，而不单单只是股息。你好讲台湾很爱存的什么中信存股，它今年不错，有6%，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坏消息啊，它的股价从5年前的7块到现在只剩下4块多啊，你越股价一直降价，台积电也去看它股价怎么成长。所以我们投资不能只看殖利率，不能只看股息发多少，而是什么股价跟股息都很重要啊，不是说只看股价的人都是什么都是投机啊。你知道 Apple 过去是没有发股息的，那请问10年前买 Apple 到现在赚了几倍啊，你就这么认为？那买亚马逊的以前没有股息耶，到今年赚了几倍，你说它是投机吗？理论派跟实战派果然就差别了。我大侠是实战派，我怎么靠投资赚到千万？我跟你讲很简单啊，现在年轻人你就是买零股台积电去存，尤其在现在的全部人都在恐惧的时候，你就要贪婪。你现在恐惧贪婪之后，你2年后你会非常感谢今天你看到我影片并且实际去做这件事情。 OK， 那投机跟投资到底要怎么分别呢？我觉得更好的分别方式就是看这个商品有没有外面的资金在注入，而股票赚到的是什么钱？是一家公司营运，它赚到消费者的钱，回馈到整个营收增加，股价上升，所以它其实是有吸外面的钱。而赌场呢，你是对赌，你是跟另外一方对赌，然后呢，你还要给荷官钱，所以赌场当然是投机啊，运彩也是投机啊，很多东西都投机啊，你用这样分就知道。不是单单的说我是看股价上涨，这个就叫赌博。OK， 关注我，有钱靠投资变得更有钱，我让你变有钱人。如果你想学习美股投资，我准备了个免费的线上课程，点击我主页链接就可以了。